我再告诉大家，现在马云在干什么啊？马云处理的资产又涉及多少笔呢？大概3000多笔。在美国最重要的人物，大家知道是谁吗？叫蔡崇信。啊，蔡主席，你可以来告我啊！你不来告我，你是王八蛋啊！就买了洋基队的美国的啊，所谓台湾的蔡崇信，蔡崇信买的洋基队的钱几十亿美元，还刚刚在我对面，在纽约 Central Park 220号最牛的啊，全麦哈顿最贵的房子啊，对面是15号，是当年的海航啊买的啊，还有对面157号是王岐山买的，都卖完了。这个上面最顶楼5楼啊，5层。最高2.5亿美元成交的是马云的房子，不是蔡崇信的。现在要求全部都得卖掉，蔡崇信所有持有的财富75%都是马云的。这涉及到什么？这知道了吗？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了吗？这叫洗钱，披露最终受益人，这是洗钱。蔡崇信涉嫌洗钱，蔡崇信洗掉了马云的75%的钱。